嚟到第七場啊，另一組嘅一班一就係、是、另一組嘅第一班賽啦。不過呢場咧就跑一里嘅，咁我就博咗10號嘅好吉利啦。咁其實如果你睇評分咧，佢可以咧跑第六場嗰場嘅跑馬地錦標喎。如果前面有海翡翠拉快的話，可能會更加啱幫到佢追啊。咁佢又跑1650。你查喺呢個初步心水裏面都講過啦，呢一匹馬嘅指字咧，咁其實好多咧都可以跑到去較長嘅路程噶，長字咧 Modern Ready 咁同富馬有隻英雄啦，咁啊如果喺阿摩嘅倉口裏面，咁仲有一隻咧活力勇士，咁都係咧今個一加到1650咧係可以跑得好嘅。而喺最近啲神操裏面咧，咁佢一度咧跳下三段啊，游下水。喂，呢只系一啲中距離，如果短距離嘅馬咧，係咪拍跳啊，拍啲心火，等佢好追啲咧？咁樣咁啊，會唔會又唔跑今次嘅1200米咧？可能真係配合馬房嘅攻勢，或者勇士合拍威龍一齊去轉呢個路程嘅噃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凌信啊呢只輕磅，就算獨日都食咗一次啦。而另外三個跳出香港啦，咁因為冇賽程咧，所以要休息咁解嘅啫。咁啊，亦都係試個谷集，再去從化裏面咧，俾啲新鮮感佢。咁啊，瞄住呢一場嚟跑，我相信咧戰意咧都擺到係十足啦。咁啊，潘頓繼續肯騎呢匹馬啦。咁所以咧，呢一隻嘅跳出香港咧，今次咧我都要埋佢。咁啊，睇第七場嘅時間裏面啦，咁啊，推介兩匹馬啦，就係10號好吉利同埋3號馬跳出香港嘅。